解决华侨燃眉之急，温州打出漂亮组合拳，想必不少侨胞都被跨境办事折磨过，若遇事急需办理，匆匆忙忙坐飞机赶回国，费时费钱还是其次，有时因为准备的办证材料不齐，还得国际往返好几趟，实在是太耽误事了。在侨乡温州，有近70万温籍侨胞在全球各地工作和生活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，温州市正式建立为侨服务全球通服务平台，将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海外，让海外华侨在境外就可以远程办理相关事务，免去来回奔波之苦。设立海外服务点，依托侨团组织设立为侨服务全球通海外服务点，并组建中心部门、海外联络员工作群。目前温州已在法国、意大利、南非、阿联酋等四个国家的六个城市设立了八个全球通海外服务点，建设网络服务体系，建设覆盖所有海外服务点和国内服务体系的网络视频系统，实现一对一、一对多的实时在线视频通话、录音录像等功能。在这里，小乔为这些切实惠侨的举措点赞，也期待类似的利好越来越多。